好，我们看这一题啊，这是个 double summation 啊，我们呢，先对这个 z 来加，好、哦，这是 i 等于1到5，那对 a 来，对 z 来加的话 ，i 是定值，所以哈、哦，第一项的话哈、哦， 2到6总共几项？总共有五项，就六减五项。就是2i 哈乘以，按下第二个是3哈，它的 j 的话呢是从那个2到6好乘以，啊这个是上底是6，啊 j 嘛上底是6，加下底2乘以高是5项，除以2，好，那再来是减掉多少呢？一的话是2到6是5项，就减5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多少？这是20得8，4 5 20嘛，20乘以3是60，60减5多少？60减5的话呢是55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啊、哦，等于这10。它是个嘛 ，i 等于1到5嘛 ，i 再加多少啊？哦，刚刚这个是整个啊，整个是55啊，加了55啊，是个嘛 ，i 等于1到5这样子，它的10乘以带公式哦，用这 n 加一，5乘6。加55哈，这总共5项，23得6哈，三五十五150啊，150加525积二，275275，所以应该是275加150，512嘛，420。所以答案的话应该是425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。好，第一小题呢是等于425。好，再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，我们看呢它的规则。我们看第一项哦，这一乘二嘛哈，它这是一乘二乘三，所以的话我们看它一般项。一般项的话呢，应该是一乘二加二乘三，加到多少呢？这个是 k 减一哈乘以那个 k， 这是它一般项。好，我们现在对一般项哈，稍微整理一下哈，我们把这一般项整理一下，就是这个 a 哈 k 哈，哦对了，这是等于那个。哦，这样啊，从一哈，它到那个 k， 哦，啊对了，这个是 z 减一哈，它乘以 z 啊，哦，这是一般项，啊，这是递切项，哦，递切项这个把它全部加起来，好，啊，这个得了，这个是等于哈，z 等于一到 k 啊，啊 z 平方，啊减掉呢 z 等于一到 k，z 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项。第一项的话是利用这 n 加一 k 加一，然后再2 n 加一，2 k 加一，那减掉多少？这是二分之 n 加一，就是 k 加一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 k 加一整理出来。啊，这知道，这个就是六分之二 k 加一，啊，你要通了是二分之一的话，就变成是减三，约掉是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是等于，这里是二哈，二 k 减二，这 k 减一，这二三得六，所以应该是三分之多少呢？k
减一 ，k， 啊 k 加一，应该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再把这个哈，把这 ak 全部加起来，所以 s 哈，这应该是到十啊，到十。哦，这最后一项是，哎，最后一项是十，所以这应该吧，应该是 k， 等于一到十。好，这样。好，而且等等，这 AK 的话是三分之，把它展开来的话哈，这个是 K 平方减一哈，它再乘以 K， 所以是三分之 K 三次方减 K 啊，所以这是三分之一。好，啊 K 三次方把它加起来，带公式嘛，要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 n 加一，我现在 n 是十嘛 ，n 加是十一，整个平方了啊。好，这是第一项，啊，减掉那个第二项，第二项的话是二分之 n 加一，十乘以哈，十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啊，这样的话就很好，这个是五十五，啊，这是五十五，所以是五十五的平方哈，减掉五十五。那是三分之一乘以多少？五十五抽出来，那就五十五减一，啊，这是五十四。五十四可以被三整除了啊，五十四除以三，三一得三，二十四，三八二十四。所以这约分三八，三乘以十八就五十四，十八。好，那这样五十五乘以十八，五十八乘以五十五。五八四十九十九十，所以应该是九百九十。你看，这答案应该是对的。